大家好，我是六年六班李佩凡，我的主题是阿美族丰年祭。我很喜欢阿美族女生的传统服饰，为了刻画她们服装上的花纹以及其他的配件，我一直在网络上找图片，为的就是希望能将她们完整呈现在画纸上。我使用水彩来画大部分的图，只有地面是用色铅笔画的。背景的蓝天白云和绿色的山脉，是为了表现出阿美族原住民的美丽家乡。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画原住民族服饰，所以我非常的有成就感，希望这是一幅带给大家感动的作品。我的解说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